北加州慈济人去年三月份开始响应晨钟起熏法香行动，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一年半的时间。为了凝聚这一群共修法亲的道心，志工特地举办联谊聚会，让大家相见欢，也分享彼此心得。每天收看《人间菩提》在部落格上推广吃素的观念。十岁的杨凯成从去年三一地震后开始喜欢看上人开示，每天还做日志放上部落格与人分享。因为我觉得可以用在生活中是是很好用的，可以学到很多，学到很多，所以都是好机会。就他跟我讲说了嘛，你不用担心我没有社会经验，因为所有的社会经验都在佛法里面，而且他是最圆融的。茶会上当然不止杨凯成分享心得，曾在六月回台的慈一也分享了随时心得。上人就轻轻的在前面走，那我们随时的都跟在后面，可是我怎么跑我都跟不上上人。我忽然知道上人说你们要赶快跟上来，忽然真的来不及，因为我真的来不及，我怎么样都来不及。北加州慈济人平时工作繁忙，大家通常只能透过网络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。这次特别办了这场茶会，让平日线上共修的网友能够相见欢，也会面成长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宝如、蔡宏凯，美国加州报道。